进程。今日说法，孩子放学回家竟然在楼道失踪。哎呀妈！二台的灯塔，想不出那个滋味，以为是这个绑匪把孩子弄死了，扔河边的是怎么的？完了就都想的烂糟糟的。绑匪一路体贴，行为令人费解。破的草房的附近的时候，绑匪就说：“把你放这儿行吗？”对孩子说：“这不行，这太黑，我害怕。”案情尚未明朗，嫌疑人却意外死亡。逃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四月的扎兰屯，天气已经逐渐转暖。镇上很多学生放学后还会上两个多小时补习班，十一岁的小雨也是如此。按照惯例，补习班19点下课。19:12，小雨从补习班出来，骑上电动车往家走。然后过了10来分钟嘛，完了说这孩子没到家呢，我在家等，我们俩在家等孩子回去吃饭。回去这么给我大姑娘打电话，说还没放学呢咋的？完了这么我大姑娘说那个该到家了，他已经走半天了。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小雨还没有到家，这让他的父亲有些担忧。完了到楼下一瞅，就是那个。车子就电动车在，人都没有。电动车停在楼下，这就意味着小雨已经回到了小区。可是，既然已经到了楼下，为什么不回家呢？小雨父亲暗自揣测，也许这只是一个11岁小男孩的恶作剧。那后我寻思上哪儿去玩去了？也就是几十了多分钟的事。10几分钟之后，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打破了这个家的平静。他说：“你儿子在我手里。”或者这个我听那个听完了，我这有心脏病，一听就心就不行了。或者把电话就俺家那个接过去了。我就他就要倒，我就一手扶着他，一手我把电话我就接过去。接过电话以后，我跟他唠。他说。因为你儿子在这儿，你在我这儿，你准备钱，准备500块钱，或者这个，我说我上哪整那些钱去？我说砸我骨头渣也没有。后来他问我，他说你有多少钱？说我就那功夫，也就是咱就说实在的，我就也就这个缓兵之计那个想法，我说也就30-50万吧。突如其来的勒索电话，赎金500万元，这让小雨父母本就焦急的内心彻底崩溃。在电话里，小雨母亲听到了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她确信那就是小雨。我儿说了，俺家哪有500万给你呀？我儿就这么说的，他妈吓坏了，那是真吓坏了。监控显示，小雨从补习班出来，3分钟之后就进入了小区。此后，小雨并没有从小区出来。从补习班出来到家人发现小雨不见了，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小雨从补习班出来3分钟后进入小区，20多分钟以后，他的家人接到了绑匪的电话。警方分析，嫌疑人应该是逃离案发小区之后拨打的勒索电话。而从时间上看，在小雨被绑架之后，只有一辆越野车从小区里开了出来，这辆车会是作案车辆吗？小雨是怎么被绑架的？绑匪又是谁呢？案发地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浩饶山镇，距离市区170多公里，
这里民风淳朴，镇子里常住人口不到5000人，平日里安静平和的小镇一时间人心惶惶。小雨被绑架的事情让所有人变得紧张。这类案件在我们这个地区很少发生，特别是绑架索要500万。同时让我们更担心的是，被绑架的孩子在哪里，他是不是还安全。警方第一时间查看了小雨回家途中的所有监控。案发后从小区快速离开的嫌疑车辆，其实在几分钟之前刚刚进入小区。那个嫌疑车辆超过了被绑的儿童。你看这个车辆车灯光，就是这个嫌疑车辆的灯光，也是个深色的 SUV。 这个是被绑儿童所骑的那个两轮电动车，就是进入那个住宅小区不到3分钟，只有这个嫌疑人车辆出现。另一段监控显示，案发前也就是19:09，嫌疑车辆就停在补习班对面的路口。这就是那个可疑车辆。被绑架儿童大约是10:12左右的时候，从这个位置就这边出现，就是从这个到对面过来，然后这辆车呢在后面是尾随。因为这个车停这块始终没熄火，就感觉车灯有亮着，感觉它就是在等待什么人。通过监控视频，警方分析，嫌疑车辆在19:09到达补习班门口后，一直在等待小雨出来，随后尾随小雨，并在小区外的马路上超过了小雨，先行进入小区，实施绑架后迅速逃离。你俩上后边啊，你俩在这边，好。案件一发生，扎兰屯警方立即组织警力赶往案发地。宋先生，我现在到防护区了，距现场还有100公里。19:12，小雨从补习班出来，大约19:15进入小区。19:25左右，小雨父母出来找小雨，只发现了电动车。大约在19:37左右，小雨父母接到绑匪的电话，随后立即报案。按照案发时间推测，此刻嫌疑人并没有跑得太远。马上启动违城督察机制，安排周边的派出所、交警队立即上路。犯罪车辆还有我们的被害人，一定控制在扎兰屯境内。根据警方部署，一组人员设卡堵截，希望将嫌疑人和小雨控制在扎兰屯境内。另一组人员在案发地周边展开秘密走访，试图掌握更多线索。据调查，小雨的父亲在当地属于土地大户，家里经济条件很好。小雨的父亲呢，在浩山有5500亩土地。据当地的村民呢，对他的评价就说了，他应该非常有钱，给他起个外号叫“赵百万”。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小雨父母共有5个孩子，小雨是唯一的男孩，所以全家人都把小雨看得很重。我这么大岁数的，我37那年有的我儿子，心肝宝贝儿呗。我说我儿子找不来，我也不活了。小雨是父母的心头肉，若不是对方开口就勒索500万元，恐怕小雨的父亲立刻就会把家里能拿出来的所有现金交给嫌疑人。嫌疑人是男性，听声音应该是在40岁左右，是本地口音。嫌疑人开口就要500万，加之对小雨放学时间地点十分熟悉，警方推测嫌疑人有可能就是本地人，甚至认识小雨，所以绑架过程才会这么顺利。电动车也是按照以往立的那样完好，周围也没有搏斗啊，也没有挣扎的一些痕迹。警方把范围缩小到小雨家的熟人。小雨父亲隐约记得自己有个远房亲戚的声音和嫌疑人有些相似。
这个亲戚叫宝子，年纪40，家里并不富裕，一直在北京打工。那么宝子有可能是绑架小雨的嫌疑人吗？咱们对他这个打工地点的监控进行了调取，也对他接触人一些工友进行了讯问，出行记录也没有反映宝子离开了北京。由于没有作案时间，宝子的作案嫌疑被警方排除了。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嫌疑人？只能从这辆黑色的嫌疑车辆下手。案件发生后，嘉兰屯市的300多警力已经在每一个关键路口设卡堵截，嫌疑人要想驾驶嫌疑车辆离开几乎不可能。如果嫌疑车辆出不去，那么由案发地为中心向周边搜索，能否找到嫌疑车辆的踪迹呢？案发次日的凌晨4点，在浩饶山镇的东平台村以东的土路上，警方发现了一辆黑色越野车。经过走访，村附近没有人有这种型号的越野车，警方推测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嫌疑车辆。可是现在孩子不在车里，嫌疑人也毫无踪迹。更让人担心的是，小雨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生命危险？500万天价赎金打破小镇宁静，粗心绑匪留下明显线索，被绑男孩能否被救生还？逃脱，今日说法继续播出。几个小时的暗中观察毫无进展，这让警方意识到，嫌疑人应该不会再折返回来取车了，更不可能一直在偷窥警方的行动，因为这样对于嫌疑人的藏匿并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天一亮，警方就立即开始现场勘查。他因为车是锁着的，找来修理工把车门打开。经过现场勘查，在汽车主驾驶下方发现了半枚足迹，沿着半枚足迹的方向一直朝着东北方向进行追踪。在这个位置又发现了同样的花纹的3枚足迹，为一个男性所留。沿着足迹的方向，我们一直追踪到屯内。据我们分析，作案人应该向屯内方向逃离。按照现场的情况分析，嫌疑人应该是先将小雨藏在了某个地方之后，然后独自来到这里抛车，因为现场只发现了一个人的脚印。另外，对车内进行勘查过程中，发现了2枚褐色斑迹，疑似血迹。疑似血迹的褐色斑迹会不会和小雨有关？小雨现在是生还是死呢？300多名民警彻夜未眠。警方立即调整部署，从设卡堵截的小组中抽调精干警力，加大对抛车地点附近的排查。早一刻就找到孩子，就能确保孩子的安全。根据抛车地点的方位以及嫌疑人逃离的方向，警方调取了周边所有监控视频。在走访到车东侧的一户人家，这家有监控，清晰地反映在8号20:49，在这家的西侧突然出现了灯光，亮了一会儿，灭了。根据这个监控分析吧，这个车灯光出现的位置与嫌疑人抛弃车辆的位置是吻合的，就是现在这个停这个黑车的位置。由于抛车地点相对偏远，附近路口多而监控数量少，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经过讨论和实验，警方有了重要发现。根据我们对足迹的分析，嫌疑人是由抛车地点由西向东行走，随即我们对这整一片的民居住宅的摄像头进行了调取。我们在通过调取这家民宅的摄像头的时候，发现有一名可疑男子在抛车时间段之后由西向东急速行走，他身着这个灰色的戴帽子的上衣外套，与我们前期所调取的一些特征非常吻合。在抛车地点对峙的胡同内750米处发现一户村民家的监控，上面显示21:01，一名可疑人员由西向东行走，戴帽子的上衣、深色的裤子和反光的鞋子，行走速度极快。这名可疑男子会是嫌疑人吗？
很快，嫌疑车辆的调查结果出来了，这辆黑色越野车的车主是一名叫海英的女性。但目前的所有证据指向，案件嫌疑人显然是男性。海英和金树是夫妻关系，现在是离婚了。金树40多岁，乌兰浩特市人，海英的前夫，是最有可能使用嫌疑车辆的男性。这个车他落户的名是在这个金树的前妻名下，但是据了解，这个车一直是金树在使用。虽然金树和海英已经离婚，但为了不影响孩子成长，两个人还一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海英隐约记得金树当天离开时的衣着，走的时候穿的是脚上穿了一双休闲鞋，蓝色的牛仔裤，上身穿了一个黑色戴帽子的薄棉袄。海英描述的金树的衣着特征和监控里的可疑男子极为相似，但是根据调查，金树身高1米7左右，体型微胖，并没有腿部残疾，而监控里的可疑男子较瘦，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是我总感觉他这个瘸的比较奇怪，就是发现他走道不是说特别连贯那种。于是警方找了不同体型的人在监控摄像头前以大致相同的速度行走，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人可以身高确定在1米70至1米72之间，体态呢应该不是说监控所反映的那样说显得略显瘦，应该是中等体态，在那个监控上呢显示说把人给照瘦了，是由于监控拍摄角度不同造成的。同时警方发现监控里呈现的所有人正常走过时都会出现一瘸一拐的现象。显然通过这些侦查实验，这段重要的视频增加了金树的嫌疑。那么金树会是嫌疑人吗？一直生活在乌兰浩特的金树，在4月8日当天有没有来过200多公里外的案发地区呢？如果来过，又是为何而来？这是警方现阶段需要弄清的事实。他的这个前妻在家里基本他们两个是不说话的，但是他的前妻知道4月8号那天他要去皓儿山，去皓儿山收粮，但是具体的一些情况他不了解。从事收粮生意的金树在案发当日的确来过扎兰屯市皓饶山镇，并且和当地一个叫振才的同行联系过。完了年前我家这院存点苞米，完了年前搁网上他就我发个价格，完了他看见，第二天也来看了，搁这院里走了一圈，看也没看懂，完了搁这吃点饭走了。经过大量调查，警方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金树名下一共有5张信用卡。如果有这么多的信用卡，而且他还是经常收粮，就是说他很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债务关系，他索要500万的这个可能性也非常大。咱们进一步对他的一个好朋友白某进行这个了解，白某反映，这些年金树做粮食生意没有赚到什么钱，可以说周转资金都没有了。据行内人士透露，粮价受季节影响浮动很大，最近粮食收购的价格又有些不稳定，囤粮之后遭遇降价导致赔钱的大有人在，金树会不会也是其中之一呢？据反映，经济不好，而且还是当地的低保户，资金一时间周转不开，这对本来就不富裕的金树无疑是雪上加霜。金树真的会因此而作案吗？有这些方面的那个可能性，我们就要把它列入嫌疑。即使有了作案的时间和动机，了解金树的人仍然认为他不可能是嫌疑人。他的这个前妻非常吃惊，他觉得他跟我们讲，他丈夫是一个守法的公民，说90%不是他，因为他这人不能做这个这么龌龊的事儿。我说这不太担保，要再担保我都能给他担保，他那人不可能做这种事情。虽然现在的证据都指向了金树，但就连警方都有所怀疑，因为调查显示金树跟受害人小雨家并没有什么交集，也更不可能对小雨的行踪如此了解，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作案并且逃离。如果要是实施这个绑架行为的话，
他会去做一些伪装，会去办一张新卡呀，或者是用一辆不登记的车，但是这个车完全是没有遮掩。如果是金属作案的话，使用自己的车辆，感觉疑点比较大。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金树。奇怪的是，金树是一个没有任何前科的人，他却突然跑到200多公里之外实施一场有预谋的绑架案，对作案车辆也没有任何的伪装，这又是为什么呢？就在所有人都对金树的行为感到不解时，小雨母亲又接到了嫌疑人的电话。哪儿来的？灯塔里的，河边那个。灯塔里。二台的灯塔，二台的灯塔，洞房，洞房啊！我们小孩没事的时候，他特地往这儿来。接到电话后，小雨父亲和便衣警察立即赶往嫌疑人口中的二台子泵房。只是为了减少犯罪嫌疑人的怀疑，我们去二台子泵站找孩子的时候，去的都是亲属和村干部，还有我们的便衣警察，啊，没有一台警车，也没有一个招装的警察。没有没有，二台子泵房。我找找看看，再有没有那个后边看看，附近看。完了到这儿，完了找了一下，到这找一下，当时也没找着啊，转一圈没找着，没有小孩。完了后边那里头有一堆那个绷带，就那胶带。二台子泵房，这是当地人的一种叫法。它在距离浩饶山镇5公里左右的一条河边，由于耕种的土地在上面，河水在下面，因此得名二台子。当地人为了满足农田灌溉需要，在河边建了一个水泵，后期又在水泵外面盖了一座房子。这个泵房很大，能有40平方左右，西面一个屋，东面两个屋，东面两个屋又分为南北屋，在东面北面这个屋有9平方左右的一个屋里，发现了可疑足迹和一个其他的一个足迹，还有这个使用过的胶带。经过足迹专家鉴定，这枚可疑足迹和此前在抛车现场的足迹为同一人足迹。而另外一枚新发现的足迹可能就是小雨留下来的，而胶带就是嫌疑人用来绑架小雨的作案工具。但此时小雨并不在泵房里，这会不会是嫌疑人设下的陷阱呢？因为在嫌疑人说出小雨下落之前，首先问到的就是小雨父母是否报警。他说啊，你们还报警了？我说没报警啊，你咋昨晚报警了呢？对于所有人而言，刚刚燃起希望的火苗又被扑灭，小雨父亲更是心急如焚。啊，就想不出那个滋味，那就以为寻思多想的也多了，以为是这个绑匪把孩子弄死了，扔河边了是怎么的？完了就都想的烂糟糟的。所幸的是，在二台子泵房附近并没有发现孩子被害的迹象。就在便衣警察以泵房为中心向外走访排查的同时，从小雨的亲属处传来了一个消息，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那后来俺家那个他婶儿。和他大姑父开车跟这嘎就过去了，你走到屯头那嘎子看着我儿子往回走呢，看着我儿子。小雨回家后说出了被绑架的经过。2018年4月8日，他和往常一样19:12从补习班出来，骑电动车回家。到了楼下，小雨刚走进楼道口，一个戴着口罩穿着连帽外套的陌生男子喊住小雨，说老师找小雨有事，让小雨跟他回学校。你说我儿子就也实惠，就跟他上车了。凑巧的是，小雨在案发前几天的确和一名同学发生过争执，所以他才会跟着嫌疑人上了车。上车之后，嫌疑人立即驾驶车辆开出小区往西逃离，在途中经过了一个大坝，嫌疑人停下车后先将小雨用胶带绑住，然后拨打了勒索电话，索要500万现金。
说完之后上车，上车之后用胶带又绑了绑小雨，继续沿着大坝往南走。按小雨说，当时是走到一个破的草房的附近的时候，这个绑匪就说把你放这儿行吗？这孩子说这不行，这太黑，我害怕。随后绑匪又拉着他到了这个一个崩房那儿，让小雨躺下，把他书包垫到头下，连书包头一起都捆在排水的管子上。绑匪说我有事儿，你好好待着，绑匪就走了。趁着绑匪不在，小雨用牙咬，用周围的硬物摩擦等方式成功挣脱，但是由于外面太黑，小雨并不敢贸然冲出泵房。啊，都是在泵房里特别害怕，嗯，黢黑的。第二天早上呢，说起来，说张，说有人吗？有人吗？我这张好一声说没人，他就出来了，出来就奔家来了。那天晚上来到这的时候，说就有新车印嘛，他就这个按着这个车印，就这么就顺着往回走，这会儿也得有个十多里地吧，华里。就这样，小雨成功逃脱。小雨回家了，可是绑匪呢？是潜逃了，还是辗转下一个目标重新实施绑架呢？是迫于警方追捕压力突然放弃，还是这整个案件就是一个畸形仇富心态驱使下的恶作剧？小雨反映穿了一个戴帽子的深色的一个上衣，但是嫌疑人戴着口罩，就是他没有看清这个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根据这个孩子描述的这个衣服跟金树那个衣服是非常相像的，都是戴帽子的这种衣服。小雨安全回家，可是案件又回到了那个走不出的迷局。所有证据指向金树，可他又不像一个蓄谋绑架案的始作俑者。很稀奇，这种案件绑匪到底是谁，得查清楚，得找到他。4月9日，绑匪最后一次和小雨母亲通话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而金树一时间也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但很快，一具男尸的出现让案件再次转折。4月10日下午，扎兰屯警方接到报警，一位村民准备到河边打鱼的时候发现了一具男尸。勘查现场后，警方在死者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张身份证，上面写着名字金树。警方的嫌疑对象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被害人？凶手是谁？绑匪又是谁？案件的真相到底如何？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接下来的其他内容，明天见。